我们将一切放走，去墙边吧。公主，准备好了吗？ 什么牌子的？怪好闻的。啊，你要是喜欢，下次我把链接发给你。太傅去哪儿了？每次我拍完戏，他都是第一个出现在我身边的呀。明威，你的私事呢，我不方便多说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还是想啰嗦几句。你说。太傅很优秀。 我也看得出来，他是真心对你，我也很为你高兴。但是毕竟他现在情况特殊，我希望你在恋爱的同时，也能够保护自己，先别陷太深。
免得会受伤。你说的话我都会记住的，放心吧。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表白，但输给太傅吧，我也心服口服。即便咱们做不成恋人，也可以做朋友嘛。明威，你记住，你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章，无论你发生什么， 他都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你。谢谢你，陈章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谁让你是公主，我是驸马，咱们可是拜过天地的交情。